侦探他为人沉静，这个全大多数的时候。一场烟火，谨慎行事。
神的低语。
Ronnie 虽然前天昨天胜了我，尝了尝，我也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去折其实，但是我不对，因为这不过我还是吃，因为吃药我也曾经，但是我们在这越平静越危险。小角色，嘿，哼，就是现在。任务开始，步走。
就是现在。
Thank you.
弱鸡。之神的冰雨。
要来一场约会吗？约会吗？我已经答应，我知道，反倒是你，我会，而且虽然你这次看李丹，不过丽塔，你自己知道这个。他若，听见了吗？他好像，看来你对我出现在这里，意识残留的杂质越多。你想说什么？啊，明明这个人以前，如果我换上这身衣服去见他的话，他会想起我吗？你说呢，洛基？